今天我要 carry 你们了，感觉他感觉他想玩我，他想拿鳄鱼、啊、他想拿，他在考虑鳄鱼了。哎呦， 我这把可以玩中单鳄鱼。 OK 啊，鳄鱼是吧？鳄鱼 yes， 快点、加油加油。我在绕维尼哥，可以看位置看吗？来，你可能要死，我没有奶。哇，他没闪，没醒不？可惜可惜。赛后维尼哥对这波操作给出了解释，今天状态还是挺好的，只是有点可惜，第一把人家我都被他害死，我这个状态是肯定没有问题。我来先锋放下了，我先锋放直接放直接放，小先锋这边，我这边不太好过去，我觉得只能把那个先锋好像怕坏了，哎，装不出去了。能看吗？太有大的，太有大的，到了辅助快到了，放装不了就算了，没事没事，你就当送他一个先锋了，打野没打，反正不是送了。就在那边排了，他们应该过不来。嗯，我会过来打。他们到鳄鱼去了。鳄鱼先走，鳄鱼先走，不用搞，不用搞。先走，不用搞，不用搞。应该这个死了，死了就死吧。早点死吧，早点死，我们还有角龙。来车，可以打，这波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我想，我们节制这波。冲了，冲了，冲了，冲了！我进十秒，他没大的了，没关系了。哎说，过来冲冲冲冲了，冲冲冲！还有军团，还有军团。LP 给吗 ？LP 给吗呢？闪现塔，我有一，我有一，闪现铺他。LP， 冲冲冲冲！快杀杀杀！杀完杀完！搞起来搞起来！杀了杀了！我来了来了！拆吧拆吧拆吧！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打得好。你是 OP 位吗？OP 位 ，OP 选手 ，OP 选手，我是 OP 选手，OP 选手进攻，看一下伤害了。你干了是伤害。对，我要射体，射体吗？嗯，真的假的？你要我射体？来，我射体老猛。第三路都可以给压力了。你的射体感觉出事了。三路点爆破有机会 A 人吗？应该没有。哎，塔吗？你打八条怎么点爆破？你打八条，你要点爆破。完射体不带爆破。啊，把你的韧性点上吧。OK， 给点了点了。点两个，点两个。点了点了点了。OK OK OK。去。这把我真的不想被你害死啊！你别搞我。哎，又是我害死的。哎。我每次玩射体都是被你害死的。我要两个兵，我要两个兵，出眼石。差一个兵。早说嘛。我刚不是说了吗？差两个兵。Sorry。力量有秒表，力量有秒表。我再来，我再来，我再来。想到，想到，能拉二万吗？哎，利亚，利亚，利亚，等一下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能看有卷打，有卷打，他很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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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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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惜，没事，没事，他没闪，还行，抢到了。不过惩戒可以，没事的。他第一件重压了，被你吓到了。别说惩戒啦，求你啦。好的。可以一他吗？我不能一他，我不能一他。他没闪，他没闪，他没闪。拆家吧，拆家吧，集中一点，拆家，拆家，拆家，分散一点，分散一点。能拆吗？辅助没闪的就拆家，肯定可以拆，肯定可以拆。点就完事了，兄弟们。可以拆，可以拆，可以拆。点家，点家，点家，不过点家，老实点，老实点，点家，点家，去点。以上七百分有用过惩戒吗？你是狗吗？你是狗吗？问一下你。太凶了吧？别着急了。急了吗？又急了。好气，好气。我惩戒贼厉害。不训练了，希望你这把有机会用成。加油，在训练模式练的话，今天应该不会被抢，因为我们没机会打到了。我不知道能不能上，看一下能不能逼我上。我第三轮。哎，利亚在，他没闪，他出来，还行，还行。他们中野没闪现，我可能会死。你会死吗？你往后跑吧。哎，他没闪，没闪，没闪。加油，加油 ，nice。你定到他，我觉得可以杀了。打也没打，能定吗？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看吧看吧看吧。啊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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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样吧。先别黑，回去之后，燕帝哥复盘给大果解释了一下。黄牌 A 塔吗？有一波是黄牌 A 塔吗？有一波是因为那个凯南开 E， 我觉得杀不死。我那波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真的到时候看那个。
那个游戏内的那个什么英雄麦克风，你们听一下就知道。我那波丢黄牌的时候，我说了算了，是吧？不，我信你个鬼！我再下来，这波演示做完视野就好打了。我错了，野狐共举给他打。哎，他买错了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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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。可以吗？这边这边，这个，慢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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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AD A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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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，可以上可以上，你到上面，你们想你都上面。大威大威，慢点慢点慢点，没事，我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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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五杀五杀五杀波，哎呀太可惜了，没事了波，没事，打打打打打，刚有人闪了吗？谁抢我五杀？我抢的，不好意思。OK， 可惜可惜，对对对对，没事没事。看我位置打，不会输不会输，只要跟着奥拉夫打，我们慢慢砍过去就行了。这奥拉夫很无敌，现在。OK OK， 我打三，我奥拉夫要叫了。OK OK， 行，你喊德玛下随便狠。我受不了了，慢点慢点慢点。啊，打前面打前面打前面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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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赢能赢能赢，打前排打前排打前排，打前排打前排，能赢能赢能赢。看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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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这这。慢点，看他看他，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慢点你慢点。好，砍砍砍砍。是，哎呀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跟上一下跟上一下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没事没事，好狠好狠，可以拉夫了，我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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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拉他打他打他，能赢的，没打 ，nice， 打得好，砍砍砍就完事了 ，OK， 加 ，nice， 举杯 ，nice。我们是拉夫吗？还是你就、OK、可以继续拉夫开砍？你上把拉夫杀十六个呀？要先选吗？阿拉夫直接选了，继续砍啊！你不会懦弱的吧？不会，懦弱之举，我绝不姑息。一定要注意闪现的使用。OK OK， 你别现在说了，我怕我到时候反应不过来，太老了。相信自己，你零二年的，96年的都能用成。你在说我吗？加油！96年的没闪出来，我不叫牛头的人。上半有闪吗？有闪有闪，跟你没打。OK， 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不是。他死了。我给个眼，我给个眼。我哦 ，OK OK， 来一次，来一次。哇哦！这么回看，这么回看，这么回看，回看，回看。别急别急，就杀九杀九杀九，没事没事，就死了就死了，就打进来就打进来 ，nice。哎，杀杀杀，一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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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杀杀杀，杀杀杀，一波一波一波。杀！说这个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！一波！开枪吧，开枪！开枪 ！OK， 一波了，一波了！开枪，开枪！别冲，别冲，别冲！开枪，开枪，开枪！开枪！一波！来！开枪，开枪！来！来！猛的波！来！来！来！厉害，厉害！搬家，搬家，搬家！搬家！搬家个屁啊！你为啥你不能搬家？你明天打，要打十六把排位！打你妈！打打打！快点，快点！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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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搬家！搬家！搬家！来！你不能搬家，我不允许。压打十六把排位，这边是十二，这边二。有点精准啊，周闪留到了一个大这个瑞尔这边有一闪现没死，张战拍了一下，赶紧点石头，不能追了，再往前追，李伟翔
飞了上来，而且结果的话，对面是有 TP 的，还有十几秒就复活了。李炳强闪现回到了 Red， Red 直接被秒掉。我的话也是上去咬了一口，要没有命中，一打还有四个人，后面有杰斯，但是拉鬼，拉鬼被张震拍晕了，自己的话直接被打晕的伤害，但最后的话还是把 Hyper 捡死了。这里不用打龙了，可以一波了，哇，对啊，这里一波。现在桶子也炸下去，的伤害值留下一半点。2-0，哇，真的是快刀斩乱麻，拿下了这个 BO3 的胜利。